唐诗三百首，鸟鸣涧，王维。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春天的夜里，空空荡荡的山里寂静无声，只有桂花无声的飘落。月亮出来了，山雀被刚刚出现的月光惊动，时时发出的鸣叫声在山涧中回响。再读一遍，鸟鸣涧，王维。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